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家乐福也是都开了24小时。母亲节有办活动，里面有休息区，有那个让人家坐在里面休息的。过去那边就是汉堡王跟 NET。 长荣路1号汉堡王，隔壁是 NET， 过去是中华街，这边是长荣路。